这事儿得从把李宅家 N 天之后终于出门说起。哎，这地方起不可。对不起，导演。导演，对不起，还来探个班。看见我的轮没？看那轮很帅。怎么了？一定用这个轮，这样的轮做一个手拉车。那鞋不穿了？我还有一副，踩下来那个老狠了，老硬了。这块木头除了要做豹子，还要做车。这回爸比下大手笔了，拿豹子料做呀。要不解释，做这一个车啊，这些料，能做三个豹子。我这车做完了，老解释了。你嘟囔什么？这是那车的拉手，那把。啊，把手啊。你车不有个拉手吗？拉手，没拉手。这地儿找的挺好啊。这得劲儿啊，这石头底下扎，它不空啊。适合杂毛呗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前面那腿儿吗？小丹丹那腿儿吗？你车立起来，不前面有一个支撑吗？考虑真周到啊！哇哇哇！这灰！上次的铁我都写错了，铁铁。镜面，刀刃。芭比，芭，二十多个，那时候还写呢。呦呀呀呦呀呀！接着我们来组装手拉车。看着那什么胶，蛋黄酱，连味儿都有点香。波泼摩佛。带劲呢，底下那门，那兄弟，下一幕这声音，你说这声，急眼了。这木头老结实了。你知道这车的载重量多大吗？多大？百斤。嗯，百斤以上。百斤那还叫载重量啊？成吨呢？不说啥的，做完以后，我拉上你拿这个车拉着你，看见没有？赶脚一下子。嘴里有苦味呢。那就对了。厨余吃进去了呗。把桶放，把桶放，试一下。哎。正好卡那里了，就要这感觉，定不进去，定放着做。行了，那就别定了呗。太急了，你根本加不进去血了，这个得杠杠紧。为什么知道吗？这好几百斤劲儿搁他身上呢。什么茬的？看看，看一看。知道这什么轮吗？这叫美国马达轮。看明白没？这就是这个轮子。这个小拉车是不是就是太奢侈了？拿这个轮子改的，这是直径是110的，这是100的，现在不用了。我这一轮不，我想问一下，轴承是哪一块？转这个，这个。这个词儿吧，好像懂，但是呢又不懂。这叫轴承。啊这轮上搁四个轴承，载重量你说能载多少？关键什么毛病？网上买的吧，这个轴要一买 M8 的，细呗，细盖板，咣当，我就拿螺丝上面，这是8个的，嗯，这不逛，这个焊上接上。现在开始把这条轮装完，往那车上一装，就 OK 了，就可以去打水了，就可以打水了，就要这个啊？对。看一下，明白？明白，大家请金发闭眼。你闭眼睛吧，现在我闭眼睛。电焊这玩意儿啊，你要是隔一层玻璃，不管是透明的还是密镜，眼睛隔成一层玻璃，它就不打眼睛。这么神奇吗？对，我关门不？关门。我有点紧张呢。别看王金宝金发闭眼，别看，
刚才是分开的两段呢。别烫了鸟的。穿片。这个行啊。这个行。嘿嘿嘿。你看做的一点处理都没有，这可是轮滑鞋呀。爸比，哎，我有个大件的快递，能用它拉回来不？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这都可以绑上，那还一个。行，给我吧，我去取快递。我给你找个绳来。耶、yeah!老丝滑了，姑娘，你这啥快递呀？云鲸三代扫地机器人啊！那我以后就不用拿拖布成天来回拖来拖去的了哈。那必须的呀！这三小精灵可以直接一键精灵托管，它就自主判断地面要怎么拖了。只要它觉着不干净，就反复拖，直到拖干净。你可以歇着了，妈咪。趴会儿行啊，比如说锯末子、磨子锯之类的。它可以先把大件扫了后拖呀。你看它扫的时候，拖布就抬上去了，完事儿再拖。你这干完活，地上啥玩意儿都有，用它就省得我妈收拾了。还有那墙边啥的，小精灵都扭着屁股都扫干净了。去吧，给我这现场扫扫子。他俩的毛都能清理干净了。应该，看，随便乱滚了。爸比，完事咱再给他弄个上下水。它像洗衣机似的，咱们给它换水就不用沾手了。那没问题，那立马省事儿呗。哎，人家拉过车的地方还能让小精灵给打扫一下，多好啊！嗯，看着毛病没？没有毛病啊，咋的了？看这个，这就是这个，一大一小。咋的？做错了？做错了。岁数做错了，那这么地呗。哎，这样挺好，这样真实。出鱼的。这车质量好吧？别忘了给我们一键三连哟！要不上你绕我一圈啊？哎呀，我转不动。二百斤，我上哪能转动？有问题吗？负担杠杠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水了你就换水去，别老卸这车，这往里一放多好啊，对不对？车做完了啊，下期做啥那个真不知道，一键三连啊，安排你先上去，我拉着你，我怕踩坏的。你站不踩哪里呀、啊、不就踩着车能坏不？我现在变成了、好吗？好嘞，好了我笨蛋。